莅临汉书店。萨瓦迪卡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莉莉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是我来泰国哈瑞的第二天，现在呢，我要去我身后的这间成龙面馆呢吃早餐。吃完早餐以后，我和我先生会开车去泰国的宋卡。如果想知道宋卡都有什么美食和好玩的地方呢，就跟着我一起出发吧 ，Let's go。猪肉面，猪肉面，汤的，汤的。吃面呢，都会配这个芽菜和这个九层塔，这是泰国人吃面的标配，花生碎、辣椒粉，还有鱼露，这个是辣椒酱。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糖。它的甘蔗水，哇，好喝。早餐呢就已经送上来了，我要吃我的早餐了。我先尝一下这个东样的，这个料看起来很足，有猪肝，有肉丸，还有猪肉。试一下，这个比较辣，味道很浓郁。这个东样和我们平时吃的东样的味道不一样，这个感觉更冲一些味道。在这里吃面呢，肯定是要配这个九层塔的，这个九层塔是我的最爱。这个是干捞的牛肉的，它有菜，有牛肉，也有肉丸，然后这个应该是牛的内脏。这个干捞的呢，它会配一个汤给我，然后呢应该是用牛血做的，已经被我先生帮我拌匀了。试一下味道，试一下它的牛肉，酱香味儿挺足的，挺好吃，味道不错。试一下这牛血汤，好浓的牛肉味儿啊，但是不膻，很好喝。这个呢是用猪肉、猪肉丸，还有猪肝，还有空心菜。这个呢是没有面的，是一个汤料。试一下这个汤，好喝。它的酱油味儿特别重，但又不会很咸。这个是牛肉汤，真的就是牛肉的味道。这个是猪肉汤，完全不同，但是都很好喝。我的最爱九层塔，特别喜欢这个九层塔的味道。好吃。
泰国人的早餐也是重口味儿。在这里吃面呢，它都会配一些猪皮啊，不同包装的猪皮来吃，它的口感呢是比较脆的，下次大家来可以试一下，配一下这个猪皮，炸猪皮。那我就已经吃完了，现在呢我和我先生要驾车去送他。现在呢，我来到了宋卡的萨美拉海滩，非常漂亮的景色。我呢，现在要带大家去沙美拉海滩一个非常著名的、漂亮的金色美人鱼去看一看。在这个沙美拉海滩呢，有一座非常漂亮的金色美人鱼，就是我身后的这个雕像。这个雕像呢，是所有游客来到宋卡肯定要来打卡的一个圣地。这个金色美人鱼的背后呢，有一个美丽的故事传说。传说宋卡的一位少女呢，爱上了一位水手，然后两个人呢就幸福的恋爱了。恋爱以后呢，这个少女呢发现自己怀孕了，但是她的爱人呢却要起航出海了，所以这个少女呢就每一天都会来到这个沙滩呢梳妆打扮自己，在这个沙滩上等着她的爱人回来。最后呢她就变成了一条美人鱼，这个呢也是这座雕像故事的传说。这里的沙子很细，海水呢非常的清澈。水晶晶，哈哈哈哈哈！厉害，看世界！哎呀，看世界！耶！ Without remorse, without heart, in your head, you're right, but in my head, you are the bad. I wanna show to the world that I'm the bad one. You was being bad.是老鼠岛，有一只猫和一只老鼠。现在呢，我来到了宋卡另外的一个景点，就是我身后的这个龙头。这个龙头呢，和以前大家看到的那个龙头是不一样，因为以前的龙头呢，喷的那个水呢，是喷向海里的，但是现在呢，是在陆地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刚刚问了一个人，他说因为疫情原因，这个龙头呢，正在装修，所以把这个龙头呢，请到了现在这个位置，所以和大家以往看到的龙头是不同的。提到这个龙头呢，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龙头的龙身和龙尾呢都是分开
放在了三个不同的地方。等一下呢，我也会去寻找龙身、龙尾。现在这个空气里边呢，非常非常香的那种花香味儿。这里呢是龙身，我们去的那个白岗庙呢要走一段山路，而且非常的高。我从宋卡呢驾车驾了大概40多分钟的时间，来到了我身后的这个白岗庙，非常的壮观，非常的漂亮。记得参观任何泰国的佛庙呢，都是要脱鞋的。我怎么称呼您呢？我叫阿全。阿全啊，您也是马来西亚人？马来西亚人。哦，您来这边多久了？我来这边应该好几年了。所以你是经常来泰国的？经常，每个月。是自己驾车来吗？对对，自己驾车来。你觉得自己驾车从马来西亚来泰国方不方便？方便啊，挺方便。很方便是吧？驾车来这边就感觉不太安全，但是自己这次驾车来以后感觉还不错。对啊，在泰国他们的文化都比较好吧，是吧？因为是宗教信仰关系。 OK，谢谢。哎呀，对。
这个白冈庙呢非常的壮观，非常的漂亮，所有的材质呢都是用白冈建制的，来这里参拜的人呢也是非常的多。在这个鱼钵里面呢看到了马币，应该是马来西亚人投放的，很多马币。这里呢有两个口，箭头上面指的这个口呢是上的，这边呢还有一个，这个箭头指的呢是下，不要搞错喽。这里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的外墙呢有一个一点一点的，这个据当地人介绍呢，这个所有的圆圈呢都是钱币镶在里面的。辛苦奔波了一天，到了晚上这个重头戏就是吃泰式的自助餐。这间自助餐呢是259和459，它的区别在于259呢是只吃肉，459的这个呢是可以吃海鲜的。让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里面都有什么美食吧。来这里吃东西的不单是泰国人，马来西亚的、槟城的也是很多的，还有游客是坐嘟嘟车来的，来这家吃。据说这间的性价比很高。OK， 现在看一下都有什么美食。对面是虾呀、鱿鱼啊，这边是肉，猪肉、鸡肉。虾、鱿鱼要吗？要啊。要什么？我想吃生蚝。生蚝凉拌的这个。啊，你俩刚好在这里。这个是来到泰国必定要吃的泰国生蚝，我要凉拌的。这个，谢谢。辣不辣？辣，要辣要酸。要辣要酸。OK。
Thank you. 这是那条鱼，我刚刚试了这个蚝，非常的新鲜。太好吃了，这个是泰式的木瓜沙拉，鸡脚。这里是圆顶区，它的菜品出相都很美的。这里的海鲜都是免费的，拿到这个厨房呢就可以加工，都是套餐里包的。在这里吃饭呢，如果你要是驾车的话，还有人帮你洗车。这间普费的晚餐呢，我就已经吃完了，非常非常的饱。这里的海鲜和肉呢都非常的新鲜。这里的啤酒呢是要额外收费的，其他的饮料呢是免费的。这里的食物呢也是很赞的，如果喜欢吃肉啊海鲜呢，都可以来尝试一下。想知道我下期视频的内容呢，就要继续锁定我的频道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订阅。你也可以把这条视频分享给你的好友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